2019年的桃园农业博览会正式开幕的，会对今年开始展到10月27日。今年桃园农博总共系规划的五大主题的展期，16个展馆。总统蔡英文也表示，搭帮桃园农博，我本大家看到台湾农业的新价值，来参加的民众们，未做得来看到未来台湾农业发展的潜力。总统蔡英文桃园市长蔡文灿也等人强下临水，为桃园农博开幕。蔡总统表示，农博不但强调农业，各个精彩的场馆，还各个有桃园当年的特色。我要再次向全国的民众来推荐，桃园农博真的很好玩，那也适合全家大小，不仅有学习，也有娱乐，那好吃好玩好拍照。值得大家一来再来。蔡文灿指出，今年桃园农博用农用时光做策展的主题，正去推动对环境友善的建材屯工法，还可以全台湾投入的全燃气碳认证的博览会，民众参观的时节，就得看到桃园农业科技化、智慧化的脚步。所以我们展示的很丰富，来农博看完的人都说不是只有这个卖菜卖鱼。卖蔬果，农业博览会是让大家看到台湾未来，这个绿色生活的一个新方向。桃园市政府表示，今年桃园农博屯农委会合作，总经费3.8亿元，希望体验百亿农博会动作，本民众做得看到传统，看到怀旧，未看到未来，来感受台湾农业的转变。下个新闻罗文泰桃园报道。